鞭马鸣钟。所以你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将来我们团会把你们在念唱的过程会送到文化部的云端去。哎，哦，啊，鞭马听钟。
九户，来到九户宴客，来到九户宴客，不是九九，九户来注意，同学，九户，九户，哎，好，如今当台奉奉，如今当台奉奉。放榜的时间嘛，蹦蹦蹦蹦蹦蹦，一直蹦啊，蹦蹦啊，顺路拜托在地为官的冤亲喊一听声，顺路拜托，顺路拜托，在地为官，在地为官。冤亲，冤亲，行一片兄，行一片兄，行一片进项的哈，有谁呀？历史人物有谁？啊？垓下有谁？项，姓项。姓项的有谁？历史人物项羽嘛？对，行一片兄。杭州只是风景如画呀，杭州只是风景如画呀。哦，好，从头念。庆中红，来来，点嘛，庆中这个手我也好起来，啊，要这样子。一个八，哈，把八降下来，合在一起，轰喊滚，大拇哥在里面收进来，哈，轰喊滚，来，好，立声，立声，来搞，金红昏，啊，就磨磨指。地手回来红昏啊，再来下一句是啊，江翠啊，江翠江翠配角兴安顿啊，勉励探照丢下子立出门，有咯，好。一只马，庆中，有没有？庆中，庆中，啊，小八这样子过来，庆中，扁马，庆中，轰，这个手这样围上来，轰。大拇哥，两个大拇哥收下来，四指叠在一起，哎，轰喊昏，哈，扁骂，挺中，轰喊昏，你看这个手是这样画弧过来，哎，好来，扁骂，扁骂，白马一指，扁骂，挺中。轰喊滚，上前两步，轰喊滚。好，你上下去了，这一只脚踹起来，对，哎，很好，因为你穿靴哈。轰喊滚，好，立声，立声，来到金黄昏，黄昏啦，有吗？扁骂品中轰喊滚，立声来告磨磨指，有学过哈？立声来告金红昏，大拇哥往里缩一点点啊，哎，看一下黄昏了啊，不
是这样啊，不是敬礼啊，是这样，这样，行吗？微微的侧着，这样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前面同学好棒，哎，脚要站直哈。敬黄昏，好。江翠客栈，江翠客栈。刚才是嬷嬷指定右边收回来看天气，下手在嬷嬷指定吹客栈，有没有？好，江翠客栈，好，心安度，好，对，两只手，三小声的手哈，然后。一只手高，就是刚好在掌心，三指在这个掌心的位置。好，先安顿。哎，睡觉了，睡觉。有没有？这是睡觉的样子。啊，好。敬黄昏，江翠客栈。稍微斜上一点，尽量不往地上指，往微高，脚直的，哥哥。直的，哎，江翠客栈，好，转过来，转直，手伸过来，先安顿，不要靠住哦，这有一个距离，这是一个意象而已，先安顿，好，勉励探藏，勉励探藏，好，要用袖子喽，你呼猛。啊，这个就用上了，有吗？好，勉励探藏，勉励探藏，勉励探藏，你看这，勉励探藏，都秀，礼服文，文在后去。哦，不要那么快啊，还会优雅啊。好，来立行，立行，来到敬黄昏啊，江翠客栈先安顿。好，勉励探藏。李呼文刚好曲子完，嗯，很不错。好了，我们从